在我来到我们灵山县最热闹的市场，我看一下他们的价格有没有变。干肉几钱干？十对十系嘛？贵唔呢？会平时贵吗？冇贵啊。哦。咁样啊？刚才我问了一个是鸡肉的，啊，就是卖14块、15块，啊，跟平时就稍微贵一点点。全肉几钱干？啊？全肉几钱干？三文钱干的？啊，贵个？3文钱啦，都只专卖糖的6文钱呀，你喝到吗？糖就糖，几钱啦？3文，3元1钱那一个，也是会很吃糖的。我想一定哎。你不懂？50元得了。50元啊？哎。50元是橄榄油？橄榄油吗？会平时贵喺度吗？啊？会平时贵喺度吗？你猜？哎呀，听你几钱糖煮啊？十八元糖煮，这个糖煮大几元钱嘛？跟个水水价钱啊。哦，对啊。这个。鸡肉是33块1斤，不算贵吧？它杀猪都是30块，它是这样说啊。平时的话也差不多吧，所以这个价格还是算是正常。啊，贵钱呢？牛牛牛，平时贵钱敢？平时？啊，3元一个烧鬼啊！这个贵到10元了。啊？哎，有没牛排啊？牛排，你呢？哎，你牛扒，不识蒸呢哦？你那嘛？你那嘛？嗯。会平时改蒸蒸嗰时候？哎，咁你啲平时改啦，煮啲咩？现在九哥也买了牛肉，也买了这个猪肉啊，都是比平时稍微贵一点。不是贵很多，还是这个我们灵山的商家还是有良心的啊，还是合理啊。我再看上那个青菜，看是怎么样，看看有没有贵啊。阿弟，才才贵钱，六万。哦，跟你哋好同钱呢？三万钱，成果呢？成果水万。会平时贵吗？啊？会平时贵吗？青瓜是俩打的咯。俩打的咯。哦。青瓜是4块，那个是3块，那点是贵些呢？这菜是5块啊，不算是贵啊，平时都是这样。你戴好罩。我会。咁即系咩？好。哦，一定要戴口罩啊！哦，唔该，老师，谢谢。那只系碌姐姐。谢谢。好。谢谢。你一定要戴噶，戴啊！啊？好。现在马上要戴啊，不能不戴口罩，知道吗？现在我就送了两个口罩给这个小妹妹。我刚才也看了这个菜，青菜啊，还是很合理，因为他们没戴口罩，九哥都给了两个口罩给他们，也让他们注意一下这个防疫的一些工作，要不然的话他天天在这接触也非常的危险了。好了，九哥也逛了一圈我们灵山的大街啊、公园啊、商场啊、市场之类的。算是很正常，没有抬高控价那个现在，在街上也非常的守规矩，然后市场里面就是见了那两个买菜的小姑娘，就没有戴口罩，顺九哥身上刚好有两个口罩，我就送给他们了啊，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，注意一下这个公共的安全，好吧。祝大家过一个快乐的春节。
那就这样了啊，拜拜。这个顺便买点菜回去煮饭吧。啊，拜拜。